位置在尖沙咀的半岛酒店对面啊。留意到呢，半岛酒店原来现在都有些装饰品，有个小灯饰。是跟 Chanel 合作的，难道是他的香水 Chanel No. 5？ 不知佢里面仲有冇其他装饰品嘅咧？留意到咧，佢出边都有啲装饰啊。不过呢度应该唔属于 K11 嘅。K11 有冇诗？唔知佢有冇啲大型嘅圣诞装饰咧？呢度咧就有一啲圣诞树。金光小閃咁樣啊，咁啊呢度嘅音樂都比較大聲，有啲麻煩啦。呢度都有一橛，有一扎聖誕樹咁樣喺中間。呢張凳永遠都喺度嘅。佢仲有冇啲更加大型嘅裝飾品呢？咁呢度咁樣就普通一少少喎，再望下先。呢度都有幾棵聖誕樹喎，四周圍都有幾棵咁樣。呢度又有幾棵聖誕樹仔。但是个规模都未算好大喎，到底边一度可以揾到一个更加大型嘅圣诞装饰装置呢？好紧张啊！咁喺呢个 K11 缪斯嘅近海边嗰边咧，有棵大大棵嘅卡提耶圣诞树啊，咁啊好犀利喎！不过咧，呢度嘅音乐都系一样比较大声，所以我都系尽量讲多少少嘢，将自己嘅声音掩盖咗去音乐先。好啦，咁啊，每一个波波咧都有呢个卡提耶嗰个logo 啊，刻在嗰度噶喎。啊，都唔系每一个嘅。一半啦，我谂。好啦，哦，好靓啊，其实。呢度又有另外一啲音乐，又 mix 埋晒，都有啲麻烦。咁呢度咧有好多礼物盒啊！呢啲係卡提耶嗰啲盒嚟噶，好靚啊！咁啊，平時買首飾佢就會俾我咁嘅盒嚟噶，但係當然視乎係有幾大個首飾啦。呢個盒就比較大個。請問攀爬喎？點會攀爬啊？呢度？哇！呢度音樂好大聲啊！卡提耶，嗰啲盒盒都喺度啦。咁咪繼續望一望。咁咪呢度咧，有呢啲盒比較大個啊。
感觉好像是在个白色的箱里面拆晒出来这样。咁仲有 Cartier 嗰个 logo 落咗到立上去咁样，几有趣。呢个系背面嚟嘅。好啦，再入去望一望，仲有冇其他圣诞装饰先？哇！呢架 lift 咧靓到不得了啊！靓到不得了啊！哎，有人喎。另一个位置有啲小型嘅圣诞装饰，都系几棵圣诞树咁样。哇！圣诞装置就未见到啦。不过呢度咧有个闪闪下咁样嘅装置，感觉好似咧就嚟起飞啦。佢仲会喷啲水出嚟添啊！好有趣啊！入去望下先。哎呀，好得意啊！呢度好了，出翻嚟先。咁啊，全部灯都闪闪下噶呢度。哎呀，喷完啦！哎呀，喷到我只脚湿晒啊！呢个几有趣。好啦，我要继续揾佢有冇其他圣诞装饰啊，圣诞装饰啊。呢度又有另外一棵圣诞树，不过除了呢扎金色圣诞树之外，仲有冇其他更加吸引的大型装饰物呢？哎呀，好得意啊！呢部消毒机咧，佢今日咧系变咗圣诞样噶，哎呀，笑死人啦！你睇下佢几得意。好啦，其实我主角咧系想影呢扎圣诞树嘅，咁啱见到佢啫。咁看来咧，今日嘅 K11 缪斯除咗出面之外咧，好似冇乜超大型嘅圣诞装饰，都系有一扎金色嘅圣诞树。在很多不同的位置。好了，继续望一望先。咁啊，呢度咧音乐都比较大声，所以咧我要尽量用我的声音去掩盖住佢。好了，仲有冇其他位置有呢啲圣诞树呢？咁啱咧，遇上呢个 K11 出面嗰度咧有呢、這个。喷水的一个装置发动紧啊！咁啊，我印象好似系咪一个钟头一次左右嘅呢？咁啊，佢基本上系一个喷水池嚟嘅啦。咁啊，不过呢度咧音乐都几大声，有少少麻烦啊。咁点都影一影啦！哇，好大一扎水洒埋嚟咁样啊！应该海水嚟嘅。咁感觉对呢个相机唔系咁好啊！
咁啊，呢度就其实可以顺便望望对面海啊，都有少量嘅圣诞灯饰嘅，包括系新鸿基大厦啦，同埋嗰边系信和，因为比较做得大型少少。好啦，哇，好似心形咁样啊！咁哇，呢度咁样一条水咁样射出嚟，咁啊，一般都系噶啦。其实呢啲音乐咧系会俾 YouTube 捉嘅，咁就会我又会被逼要去瞄咗啲音乐啦。好啦，咁啊完咗啦。咁我就顺便去望一望个海边，睇下今日有啲乜嘢灯饰先。望下海景。K11，有冇个 Cartier 都好似好犀利喎。好啦，快啲行啦，即刻避过嗰啲音乐先。咁呢度位置就係尖沙咀啦。個天就啱啱落山，一齊望望嘅天色，仲有橙橙地咁樣。哇！呢度又有音樂嘅，咁麻煩嘅。点都好啦，尝试讲多两句啦。哇，咁都几靓喎。不过咧，今日就好似今年冇乜灯饰可以睇啊，比以前逊色一少少。点都好啦，都望一望啦。好啦，咁啊，再望远啲啲都冇灯饰啦。北角嗰边一啲一啲都冇啊。咁啊，铜锣湾起码个信和中心都叫做有少少嘢睇，湾仔嘅新鸿基都有少少灯饰可以睇一睇，其他就差啲啦，真系。好啦，咁系咁以，再望一望呢个外面啦。K11秒C，咁啊，尤其麻烦嘅咧就系佢呢个音乐比较大声啊。咁咧，虽然佢只系 background music， 但系咧佢会令到我呢段片咧出街嘅时候有问题嘅。好啦，望多次个景。中環、灣仔，好啦，繼續行啦。哇！呢個音樂好大聲，真係唔掂啊，唔掂啊，快啲走啊！嚟啦，風聲，幫幫我啦。係啦，跟住呢邊就係咁啊。其實廟師夜晚都幾靚啊。好啦，咁下段片再見啦。咁睇下我有冇機會可以去埋尖東嗰邊睇埋嗰邊嘅燈飾先。拜拜。